师去做一个这样的恢复。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我真的有时候感觉我已经要死了。我在澳洲的训练真的是生不如死，但是看今天的比赛，我还是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也对明天的决赛充满希望了。没有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哎，加油！好。